上班族的部分，其实就是除了就是往家里的方向移动以外，他们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回家之前买晚餐，然后就是从那个黄河南路的部分，沿路还有留下几家摊贩跟小吃店，还有那个烧饼店这样。就是那个大同夜市，然后再就是这个地方的那个人群的时候，也是从大概这个时候才开始慢慢聚集起来，然后有些停车的行为。然后学生的话，主要就是依照就是最短路径回家这样。然后再来就是针对妇女的部分，就是多半以庙城或树荫阴凉处，然后带着小孩或到公园旁边休息也是，然后他们就会在一旁的聊天，然后沿着非主要车行的动线做散步的行为。然后对摊贩部分，就是多以广州街为目的，以最短途径经由这些巷弄小巷，然后沿着公园旁边这样的一个路径，然后进入到广州街。然后这是在路边摆设的那个违法的那个车辆摊贩，然后还有他们走在巷弄间，他们那个会诊那个摊贩车要去广州市卖一些东西。然后说我们就会诊出来，就是在早上的时候，就是北区柳香里这边。就学童主要以那个学校为那个最短路径做前进，然后依循着交通爸妈站岗的那些位置，然后去做移动这样。然后早上老人就主要以公园以及早餐店，然后回避巷弄内那些比较不好走的一个区域，然后才去行走这样。然后早上的话，上班族主要自己主要干道，就是往那些主要干道前进，黄河南路或者是黄淮这样。然后早上部人就是以淮阳市场跟黄河街，然后走这样在巷弄。然后下午的话就是一样，可能是回来，然后他们多了一些就是游憩的行为跟休闲的一个思想。然后对，然后再是华江里。然后华江里的话就是我们是主要是依照就是因为是北区也是，就是依照各个项目内然后比较特殊的一个就是接过情绪来去做调查，然后每一次都是30分钟一样，然后记录人的行为，然后说早上也可以发现说老人有些特殊行为，然后。之后观察到，然后我们有针对一些比较特殊行为去做调查，去跟拍这样，然后就是从车内，然后我们那看到一个老人在洗澡的时候，然后我想说他会不会经过那个华江烟霞公园，然后就这样顺着他这样去看，然后就发现就是他比较喜欢骑在那个交流道跟那个就是那高架桥跟那个接驳的边缘处这样。然后因为这边车比较少，然后就慢慢的，然后他就骑悠悠闲闲的，然后就是反骑过去以后，可是他会避开那个机车很多的地方，就是一到机车很多地方，他就转弯绕到巷弄里这样。就我看那时候真的大概3-4个，就反其中一个，就大概是这样。然后就反正他没发现，我们就慢慢看，等他发现的时候，我就把他闪开，应该是这样。然后，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那个老人的一个就是他们喜欢用那个自行车的一个方向性的他们一个习惯。然后还有就是避开那个华江烟霞公园，它其实是一个公车总站，说其实它面临的那条道路的那个车流量是相当庞大。不过我们比较可惜就是没有去参访那个车流量多少。然后说它所造成的那个现象，可能就使得许多比如说上课的学生或者是那个老人会避开这些路段，就尽可能赶快往其他的巷弄里面转。然后这次之后，他们还有一个特殊行为，就是在我们这个区域跟第四组的区域，就是两公园是相邻，隔着黄河南路。然后他这样的情况就使得说，我观察到的特性，就是他们在那个我们这区的公园，只要看到对面有老人开始聚集的时候，他们会有那个吸引力，然后就把这个公园的老人一起吸过去，然后老人会有那种聚集的现象，就是跟彼此的朋友，然后就会一直就是晃这样，然后。然后可是过了一阵子，聊一聊以后，他们又跑回本公园去做运动或是散步，这样只是会有这样的习惯，就我们观察到。然后老人们喜欢就是借由这个学校所造成的这个公共空间，跟他所产生的那些公共设施，然后依循着那个方向前进。然后有些公共设施就等于是临沂一个聚集的一个场所，或是一个就是行走的一个地方这样，因为比较舒适。然后学生主要就是以那个我们这边华江国小为中心。然后从各个不同的方向，然后有时候他妈妈站岗位置，他们就会跟着那方向走，穿越那个主要的马路这样。
许多许多人就是会从这些巷弄内穿进来，就比较不会走那种黄河快速道路进来，就算比较走。然后骑车的不一样，骑车就是走很快，然后那个开车的就是走我们黄河南路进来，然后他才有停车空间，就是比较好停。然后这个是上大理高峰的人潮，就是很多人就是从我们这边的一个公车站下车，然后直接走到学校里，比较近，就是远比那个主要干道上面的车站还近，就造成这样子。然后再就是妇女，就是妇女跟北区的一样，他们会去回避那些主要车流的一个动线，然后以花江市场就是为目的行进这样。然后我们有观察到买菜完的跟买菜前，然后就是他们的那个习惯性就是可以产生出那个流动的方向，这样就是有些特色。好，快讲完。然后下午也是其实跟北区的那个方就是像行为是差不多，但我想就是要摆。然后学生的话就是从那个早上的相反，就是从学校往外扩张，然后分散到我们这区的地方去，回到家里，也看到了。然后还有继续在杂货店前面或是那个早餐店。其实就是有这边就是在学校的正对面，然后他们会去买冰啊、买饮料，然后或者是有的是等家长来接，然后就反正在那边也有很多东西。所以他们在看人的学校那边，对，是这样的。对，只是刚好。然后就是沿着学校旁边两侧的那个他们所建置的一个公共空间这样，因为有树荫也有座椅，所以我可能就是老人会开灯去聚集聊天这样。就居民还蛮常使用的那些空间，学校是走合理的这样。然后爸妈带小孩，还有一些那个运动设施。然后上班族的话，就是经由那个我们这边的那个公车站牌下车以后，然后穿越公园，然后沿着公园的两侧的那个巷弄，他们也不会去公园里面打扰人家在那边运动，就走两趟，然后回家这样。好，快。OK， 好，这车流流动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以我们观察到的方式去找出哪几条是车流最多的方向，然后刚好我忘记点，因为其实可以找出说人移动路线跟车流就明显有不同，这样会可以的这样，然后想，然后人的聚集点就是这些位置，公园啊、邻里结构，还有那些学校旁边的那些设施，还有就是那个就是交通的一个交汇点跟那个庙埕前面的一些小摊贩这样，然后。快跑到访谈，就是我们这个里长，他是那个，我没有这么行啊，20分钟，然后地协会的那个会长，就是等于是那个24个角头之一嘛，然后他们有之前他们的那个就是跑镇的那个镇头的那个照片，就是我第一张，然后就是他们其实这边我们问到，就是其实他们这边的一些旧的那些林立社区啊，以前是没有地协，是之后才申请出来的。所以就是等于说，就像许多违建，然后还有使用行为都不一样，就是大家住在这个应该说来的地方都不一样，就是可能有人从南部来，有人从北部来，然后有人从东部来，所以其实也造成就是他们对彼此的不认识，还有就是可能认识的只有邻居，就是几户人家而已，所以说他们会觉得说我们街区里面还有许多的陌生人，然后有可能就造成就是心理上面的一个影响，然后造成自我保护的心态。然后对他们自己反映是说没有老化的现象，可是他的没有老化其实是因为他们的那个产业的一个需求，而且还有他们的一个体能上的需求所造成的，就是可能摊贩的经营行为，你也不可能就是超过一定年纪的时候就要休息，然后就许多那个年轻的人就开始会来到结构内，然后只是好像一样公园，就是前面有讲的，他为什么不去？然后主要是前因为他是排球，然后可是可能他把它当成那个郊外的运动公园的感觉，就是它的可及性比较低。然后再来是庙前为什么没有居民？因为他们各自来自不同的地方，然后许多不同的信仰跟神明，所以说他们彼此都在彼此的那个庙口去聚集，所以就没有那种统一的那个信仰模式。对，所以没有人聚集在庙前。然后再来就是新住民，就是跟原本住民其实没有任何的那个冲突。他们说其实找不到现在3亿人。就是3亿人已经不知道在哪都找不到了，现在来都是从东南部上来，然后要超过80几岁才有可能有那段记忆跟劳工企业记忆，可是那个人已经
三十二。然后就所以就是有没有什么大家就是干那个高价的部分，就是卖海产沉迷。然后为什么不愿意想跟他们？就是说的那个，就是说还很陌生，然后认识的就只有几个来自不同的地方，然后就是其实不是怕想怕被骗，就是一种心态上的一个保护。然后50年代黄河南路会开起，就是他们的关系还不亲，然后只是之后就是因为黄河南路开了以后，就变成是有些切割性跟他的一个区域，就开之后就是较短，就是那种小巷弄里黄河南路，其实之后就是这么来台以后，就是大量建设黄河设施，就是把你好路建。然后产生那种这个行为，行为的一个结果。然后抽水站那天，我有去大概问一下，我说这种行为都是什么？然后楼房所以有些是那种为什么会开在巷子里面，不是大马路，主要是因为地权的那个关系这样。然后还有就是那个高架就是其他要大这样。然后这个很重要，就那个中间圆环其实原本是要设置成为一个商业区的行为，它主要是要让那个地方活络起来。最后失败，所以最后就转型成一个住宅空间实验室，就这个比较特别的。然后也许后面有人就来一个，然后真的都纯住宅，然后去买购，所以最后我们都问到就是环南、广州、华强跟九强。然后环南主要是买那个大，就是他们有时候会几家合起来，然后去买个肉啊，或者什么。对，他们去消费。然后在这是后面只有看过，那我就不讲。就是课题其实都差不多一样，然后人的冲突啊，交通东西，谢谢大家。那这一组同学在他流动这地方谈很多，然后各种不同的族群的流动，然后分门别类来谈，那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地方啊。那你也发现，早餐店好像蛮重要的啊、哦。早餐店，在这个研究区，其实李老师之前有提过，就是我们讲那个流动的话，就包括起点、终点，还有一个节点。那可能早餐店就是一个节点的部分。那不管说是老人也好，不管是小孩也好，或者是妇人也好，因为现在自己在家有准备早餐的人越来越少，所以会变成一个，说不定他们聊天啊，或许他们。social 的一个空间啊，所以这点可能其他组的也许会有类似的现象啊。虽然它只是一个小的店面，可是它反而是在我们整个日常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那我觉得这组把这个地方找出来也是蛮好的。那另外一个就是电压公园，反而不是这边居民的生活，是应该说我们到的时间跟他们去使用的时间可能没有刚好。所以他们老人不会去电压公园，所以我只能说，我所看到就是从7:15到8:15这段时间，没有人进电压公园，因为车刚好就是那时候公车特别多，然后汽车也很多，所以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切割了他们的那个使用区域。不，其实晨运早上运动，我最近早上开始运动，我发现了一点，我6:30出门，跟我6:00出门，其实差别非常的多。大部分我一开始以为我6:30出门就很多，结果我6:30出门的时候发现人家都已经回家了，结果我就在提早半个小时，我6:00出门的时候发现人家都很多，所以也许是那个时间哦还不对，没有merge到，所以你们说我5:30去那边的话，你可能看到还有还有个特性就是很多人他们喜欢就是开车到电压公园，然后进去再，对，也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地方可能。要进一步去理清了，尤其是早上运动的时间，不是我们起床的时间，你是没办法想象这个时间。那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是你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一些重要的一些 key places 啊，在你们的报告里好像没有把它抓出来，我没有办法特别在说，时间不够。没有关系，你们可以再补，没有关系啊。那这个地方可能是很重要的，还有背后的一些意义。场所的意义跟场所的精神，那我想你们在流动这部分做的很完整的一个简报，但在地点的这些地方好像做，这可能你们后面，我想你们调查可能都会到，但是我希望后面可能可以再把这个资料。